Place the microphones of the... Non, elle ne m'écoute pas.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uman Rights Gender.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下面继续开会。接下去的这个讨论呢，应该是人权以及呢青年和互联网治理的联系。我们下午的工作怎么安排呢？首先，请黑内达发言。各位，下午好。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有关青年和人权相关的问题的论坛。我来解释一下怎么开会下午这节会。首先呢是台上啊在座的各位嘉宾，他们每个人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先让他们发言，然后呢就由会场的与会者这个发言。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位子，然后呢，会场上会有一个流动的话筒，当你们需要发言的时候，就会把话筒提供给你们。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人权与性别、青年以及呢和互联网治理的关系。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成为发言人和参与者。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好的讨论。 台上的这些嘉宾都是一些很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好，正像你们所知道的，过去啊，人们呢对论坛提出公开的这个批评，就是似乎论坛的工作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 不过呢，在我们论坛发展的过程中，还是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倡议，尤其是对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一次论坛嘛，就是有这么一个主题：人权与性别平等，青年和这个互联网治理的关系。我们首先呢是有几个议题可以讨论，比如说人权，这个性别青年和这个数据的收集有什么关系？另外呢，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政治的领域中，加强领先？另外呢，应该提出什么样的一些希望，为这个政治决策提出什么希望？好，我们首先呢由 Malène Marcherie。 我呢是，这个论坛呢是应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个建议，然后建立起了这么一个互联网治理论坛。我们是随着三个原则在工作，一个就是合作。 包括呢各方的这个合作。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论坛的体制，以及呢它的优先目标。我在这里呢是作为一个发言人来发言，但是实际上我们主要呢就是要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因为作为这个论坛的共同这个倡议者，我们呢要了解你们的意见，了解年轻人和这个妇女的声音，尤其呢是那些没有代表性或代表性不足的人。我们想请听他们的意见。首先呢，我想是否可以呢先讨论这个人权的问题，以及呢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个与不同的群体相关的问题。直接呢和进入互联网相连的，以及呢我们在促进人们进入互联网能做一些什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使用来新的技术，但是呢同时也要清楚啊这个技术，任何技术啊再好都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个呢，层面就是要加强保护这个人权，尤其呢是通过数字技术来保护人权。好，作为那些
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特别是妇女和这个被边缘化的那些群体的代表。确实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棘手的问题，因为呢有关这个多方合作的原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们看看Janka 他呢是负责保护儿童权利的一个专家。在上一届会议的时候我已经自我介绍过了，我是代表一个国际的保护儿童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总部呢是建立在泰国的曼谷，然后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分布于世界各地都有它的一些代表点代表处。我们负责处理这个妇女以及儿童受到那个性侵犯啊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那些最黑暗的对于这个儿童啊受到的这个侵害，同在互联网上这些问题都很关注，因为呢实际上儿童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要是不重视到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很危险的。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够把互联网啊看作是针对妇女儿童或年轻人的一种威胁，因为正相反，互联网呢对于那些代表性不足或者是被边缘化的群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让他们更好的获取信息，保护他们的权利，比如说他们的健康卫生方面的一些信息啊等等。这就是互联网对年轻人和儿童来说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而我们的这个奠基石可以称之为就是联合国关于保护儿童的宣言公约，因为这个保护儿童公约呢可以说是联合国自成立以来签署率最高的一个公约，因为在这个公约中呢非常清晰地指出怎么样来保护儿童的权利。也说到儿童有表达自我的权利，不管是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媒体，我们认为儿童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他们是一种区别性的权利，但是呢只有在让儿童能够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的时候才能够保障这样的权利，而且呢也要保障他们的安全，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一直是努力确保一种平衡，但是呢你不可能让儿童完全不会不出家门，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不可能这样做。我们希望能够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开展我们的工作。再来谈一谈互联网治理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谈互联网。你也许已经从我们的名字当中听到了我们的一些成员，他们在世界上一些非常危险的地区工作。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成员呢，每一分钱，他们预算当中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公众那里获取的。公众给我们捐助的时候，有的人他们不会给钱给政府的，但是呢，这些公众在给我们捐助，是因为公众想要让这些组织帮助儿童。我们有一些成员组织，他们有的完全只是在难民营当中的儿童，为这些儿童提供帮助，比如说在叙利亚，在一些地中海的地区，
他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非常的糟糕。我们的成员组织，他们筹到钱之后，就是去难民营去帮助这些儿童。很难让这些组织说，你能不能暂时不要花钱做你们的工作，然后让约翰去巴西或者是哪里，去和谷歌和微软和联合国谈。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不可能让儿童保护组织把钱用在这样的问题上，而不是用在他们现在最紧急的一些事务上。但是呢，现在这是我们的一种现实。如果我们要说互联网的问题的话，就必须要提到这一点。我住在伦敦，我来巴黎很方便，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根本没有钱去参加很多国际的活动。我知道 IGF、ICANN 这些组织，他们都有一些奖金。确实，他们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许多国家的儿童保护组织，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让他们能够参加许多互联网相关的活动。从一开始，我们就说非常的关注弱势群体，但是呢，这个从来没有落实过。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不是他们的一个重点工作。如果这个真的是优先事项的话，也许我们就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2014年，Netmundial。你们如果在 IGF 当中工作足够久的话，在2014年，在巴西圣保罗举办过一次会议，但是呢，当时因为缺乏资金，所以没有去成圣保罗。Netmundial 也是这样。大家都说这个活动非常的好，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活动等等。但是呢，他们没有说什么，他们没有说到儿童、青年人这些词，完全没有在声明当中出现。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儿童组织出现，没有他们参加这个活动。这不是说参加了 Netmundial 的人就是坏人，说他们不关心儿童，当然不是。但是呢，这意味着参与会议的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要推动的事业。我想他们肯定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但是没有人关心儿童的话语，儿童的权利。所以说，他们才完全没有提到儿童，提到了残疾人，提到了一些不发达地区的人。我很高兴提到了这些人，并不是说不同的群体之间是矛盾的，但是在这个声明当中完全没有提到儿童，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这个责任是所有人的吧。Jerry 刚才说，我们必须要在会场当中听到代表组织的声音。谢谢，谢谢你说到我们需要为所有的人提供可获取性。而且呀，也是涉及到我们的两个问题。你们主要关心的这个问题，以及现在所缺失的一些主题，Mariana，我现在用英文。大家好，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青年的环节。
我是一个教育者。我首先呢是想说，所谓的跨部门性其实并不是一个学术界的专用词。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复杂性才能够前进。简单化的话语往往是用来统治。现在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级教育当中有许多的变化，有许多是技术驱动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出于营销的目的。现在青年人已经习惯在网上上课，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它的前提是青年人对于媒体的使用是有素养、有能力的。所以，我往往让我的学生想一想，学生他们到底知道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他们能够利用设备去寻找什么？这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这个大的背景呢，就是我们的互联网人权宪章。这也与第十一条有关，说到获得文化的权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课程是在线进行的，还有儿童的在线权利。我们不能够把 现实和线上隔离开来。另外呢？我还想说，IGF 教科文组织和 ICANN 的会议，现在人们对此越来越关注了。那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据的工具，我们可以分析。各种各样的大数据，与会的人有多少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等等。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下一代，他们已经在看着我们这一代的行为了。我好像已经超时了，我想最后说，感谢 IGF。在过去10年的辛勤的努力，特别是通过使用一些技术工具，我知道在这里有很多的批评，但是呢，我也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注册登记参加这个会议，但是呢，有很多人他们没有资金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不过呢。我们还是应该记住，这是联合国所举办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会议，它是为了进一步的加强进入和获取互联网。最终呢，是希望人们都能够自行决断，不管是他们是3岁，还是13岁，还是93岁。谢谢 Marianne。您的这一个讲话非常的有力。下面呢是请到互联网权利和原则动力联盟，让他来谈一谈已经开展了什么样的工作，还有什么工作的计划。谢谢。我代表互联网权利和原则联盟。我们致力于让人权的原则在线能够得到遵守。我们的一个基本文件就是《互联网人权宪章》，是2017年的时候发布的，现在已经译入了10种语言，包括我的母语葡萄牙语。
非常高兴的看到，在主要的讨论环节当中能够来谈性别、青年和人权，我们的联盟和 IGF 界的其他的组织在过去的10年一直在进行的讨论。我知道我认识一个青年人，他不会数数，你跟他说人权，他可能都不承认，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呢，他也会上网，他会在网上看动画片。我想说的是，这些青年的一代，他们是与互联网同时诞生的，他们一直在使用互联网，所以我觉得赋权青年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们要保障他们获取信息的权利，让他们能够发出声音，在线能够进行交流。现在在网上有许多有针对性的宣传和广告，在这个宪章当中，比如说第12条。互联网和儿童权利，从互联网获益的权利，不受到滥用或者剥削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和保障儿童的利益，我觉得这些都是重要的议题。希望年轻的一代长成人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能够让他，当他长成一个成年人的时候，能够充分的参与社会。就像我们的第二条说到，非歧视，特别是要减少性别不平等。谢谢明德。也是说到儿童保护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致辞，也是说到了我们的一些具体的成果。现在请莉莉安娜沃格，谢谢。我主要来谈一谈让妇女更多的使用互联网。我其实问题更多。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让妇女上互联网？怎样才能够让她们进入决策的讨论？我之前收到几个要求，有不同会议环节的组织者要求我，比如说，让我来谈一谈非洲妇女安全等等。很难搞清楚这些名字。我在看到这一届论坛的主题的时候，我看到信任。我在想，妇女是不是能够信任互联网？也许现在这个信任的程度还不是我们想要的。我想要说，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一个叫 "Wiki Loves Woman"，我们需要有一些表率，
希望女性能够给年轻的女孩带来希望。能够真正的从互联网中获益，我想说，确实，我们的这个论坛已经纳入了一些妇女，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战略，吸引更多的妇女，不光是在政策制定的阶段，而且呢，还真正的要做到有意义的参与。谢谢。下面请。巴西的代表 Viviani，您是参加到了我们这个讨论的空间当中，希望您能够介绍一下您的经验，把您的经验和我们的论坛结合起来。现在已经有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缺失？谢谢。我接受到邀请的时候，我知道要在这里分享一些我的经验。尤其是在人权和青年方面，每周青年论坛，它的目的是要以包容性的方式来讨论在科技和网络方面。女性的作用。我来自巴西，在拉美洲。我看到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讨论，我觉得他们的讨论很不一样。青年人参与，妇女参与互联网的这个问题不一样。所以，这个经历非常的有意义。我看到不同的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能够推动女童和妇女参与互联网。在我们青年观察站，我们就努力的，从2015年开始就要把这个青年人纳入到互联网治理讨论中来，所以我们始终触及青年，我们去学校，我们去搞讲座，教他们有什么权利，应该反对那些仇恨的语言，要捍卫言论自由，和很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话题，我们很高兴，很。我们就看见了，在巴西，他们缺乏信息。有一些地方，有些青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互联网有多么重要，所以我们就想展示他们，他们有了互联网就有多么大的力量。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随之成长。那为了在整个拉美，我们都做 live，就是 IGF 这个现场的活动，转播活动。那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开始触及全球，所以要让妇女、让青年纳入进来，我们就要有专门适应他们的一些这个倡议。很多地方、很多团体，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他们自己特有的问题，所以各个组织他们有责任去找最合适的方式，去把这些妇女和青年纳入进来。谢谢，谢谢。
那么，现在，请大家现在，请你的国友，她是印度残疾妇女的年轻残疾妇女的一个活动家，我就想问一下您，你们在印度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事情需要做？谢谢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会。刚才有一些关切，也是我的关切，有一些选择也是我非常赞同的。当我们说互联网的治理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有基础设施，有文化、是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法律方面的问题。考虑到这些以后，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人权、性别和这个青年他的跨领域的性质的话，我们再说性别，就是妇女的这个残疾妇女、残疾青年等等。如果我们看人权，看那些残疾人的人权，比如说我们上的这个，我们就会想到相关的公约、儿童权利保护公约、残疾人公约等等。所以，原则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可以把它与互联网原则结合起来，要有有利的环境，全民的这个获取，就是都是 CRPD，我们有相关的这个章节是特别关于残疾人的，他们不会获取信息，他们有权利成为社区平等的一部分，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相关的讨论。在可迁徙目标中，没有谈到残疾，而可持发目标，尤其是可持发目标五，就谈到了这个残疾，不让一个人掉队，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包容，因为我们，尤其是对于我们要去应对这个边缘人的权利的话，这些都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讲一下，就是南半球的这个途径，就是看一下南半球的残疾妇女和残疾青年，他们有权利获得信息，他们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很多学生还在用很原始的材料去学习，很多残疾青年，他们因为无法获得教育和健康，这个青年的话相比差距很多年的学习，他们也很难获得这个医疗服务、司法服务等等。然后在社保、政府支持方面，对残疾人也不够。那么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方面，有残疾的妇女和青年参与都不够。那么，现在互联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那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联系接进来，让他们可以获得独立。当我们谈到经济文化的权利，我们看到很多妇女、年轻妇女，她们在那些传统的社区本来是很难自由的发言，而现在有了互联网，他们在网上就有平台去彰显他们的身份，有机会发言。残疾人也是这样，他们本来可能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机会发言，但他们有想法、有知识。那互联网或者是网这个线上，还可以，就是给
妇女和有残疾的妇女和青年赋予了他们本来就应该有的权利。那么，互联网原则必须要包容，要提供安全、隐私等等。这也要包括有残疾的妇女和青年，让每个人都可以获取这些保护。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就是原则是这个指导，用来指导的，已经有了，真正要做的就是要开发这些原则来确保这些原则、这些政策的实施。我们有法律，比如说在印度。就是最近我们有一个关于残疾人的法律，那么就那各个国现在越来越进入数字时代，那么数字空间也需要每个人都能够获取，但是这个鸿沟很大，这个社会鸿沟很大，当我们。再说，原则、标准以及共同的互联网治理原则的时候，不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包容一定是原则，一定是一个规则，不能够违反，把这个妇女和青年也要纳入进来。谢谢，谢谢 Needy。非常完整的一个景观，就是你们所关注的话题非常全面，感谢你们的发言，你们传达的信息，都是真正需要关注的很多话题。现在我请 Olga Cavalli 发言，您是一位技术人员。很长时间就开始关注人权问题。您在你们地区从事教育和能力培养，您不仅促进这方面，您自己本人也是拉丁美洲妇女和女童的一个榜样。您是我的朋友，谢谢，谢谢你们的赞扬，感谢邀请，我想说。刚才已经说得非常好了，Nidi。我想说，我们在南美洲，在拉丁美洲组织培训计划，是关于拉丁美洲的治理原则。现在只是西班牙语，但是我们会很快翻成英语。如果在社交网络上大家关注我们的话，就会很快发现其他语言的。这个版本，我自己认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有一些人们提出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我觉得总的来说，影响是积极的。我们实现的成就，关于，那就是我们有新的声音发出来，人们可以用新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社会网络带来了革命，这个以前没有发生过。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互联网，现在学生就不能想象我当初怎么样和人沟通，和朋友、家人、其他人沟通。我们当时的确是没有互联网，但是我们当时。是有自由，有学习的自由，有沟通的自由，有发言的自由，可以获得。那现在的就是有这样的自由更大，是以前没有的。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吧，来帮助青年。我们已经有很大成就，但是任重还是道远。我想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我们讲太多，比如说妇女的包容讲的太多了，但是真正做到的却不够多。
我之前在想有一句话，就是从宣言到行动，有的人用我的这句话，照搬我这句话，我很高兴他们接受了这个概念，因为我在想，我们讲妇女的包容，或得就是连接互联网，讲的太多了，得出的结果却不够。我们在想这个，我们在想，我们说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获取，就是决策变得更透明了，就是决策者他们从互联网获得一些信息，那还需要更进一步，就是从宣言到行动，我想提一下，就是年龄的问题。我们今年在阿根廷的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是关于互联网治理的30个高中，学生大概是17岁，很多人没有讲，很少有人讲这个老年人。现在问题就是，老年人他们还很难获取这个互联网。我的妈妈86岁，她上脸书，但是她还是有一些这个自己一个人还是有一些困难。谢谢 Olga，我们是有远程的人要发言。大家好，我叫 Agendumo，我是 Digital Grassroots 数字草根的副主席。我们在当地社区加强这个公民意识，对，我们在 IGF 有一个摊位，请大家到我们展位来参观。我在组织网上的参与，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各个国家都，就是，所以就想告诉这个在线参与的这个观众也可以提出你们的问题。现在我想，主持人问，是否有远程的参与者想要发言的？我们在座的观众好像有人要发言了。你们就台上有一个座位，你想上来发言吗？谢谢，欢迎您。大家好，我叫 Luisa Cruz Burigo，我22岁，是巴西人。我是与 Youth 和 IGF 青年与 IGF 计划。我想问 Marian 一个问题，就是 IGF 的构造应该有怎样的变化来让年轻人和妇女有更多的参与？我还想问 Olga 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介绍方式？我想问 John Carr，如果你有一个原则，能够提到青年的话，是哪一个？放在这个宪章里面，谢谢，非常好。Olga，你先来回答，谢谢你的提问，非常好。我们组织好几个活动，就是参会，男女数目相等的话很难，因为你如果请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组织，你不能控制他们去派谁来，你可以建议他们派谁来，但你不确保他们派谁来。在 ICANN，我有一个朋友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女性，她是 ICANN 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圆桌会议来讨论妇女在 ICANN 的领导力不足。我们就请了男性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派了女性来，因为他们觉得是讨论一个性别的问题，他们就派了女性来。这个是很富有挑战的一个问题。本来是我们是想请男性来的，那。我们在组织互联网治理的时候的学校的时候，那么参与者是一半一半，但是在组织这个论坛的时候却很难实现这个男女人数平等，一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就是这个构造的话是影响于一个会议室里面的讨论。我们有一些正式的这个结构，我们就是具有历史性的，不是。虽然3岁的 Elva 做得很不错，我们可以要请儿童也参与进来。我们要想一想其他的参与方式，用到一些新的这个手段，把这些手段运用起来。所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格式来形成新的构造、建构，而并不是固定的椅子，谁坐在哪把椅子上，让话筒可以传来传去，让儿童也可以参与。我们现在的会场的设置不适合年轻人，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去设置这个构筑。所以主要的会议也可以考虑新的这个开会的形式。很多青年在这次也来了，有高中生其实也很想参加，也需要给他们提供资金。Resources to fund these initiatives. 当然。还要找到相应的经费，才能够实现这些想法。最后，在我看来，这次会议呢，这种会议呢，不能够用来培养未来的外交官，因为。这样的会议呢，主要是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说话，即使是同一种语言的交流，还是可以呢表达不同的想法。不管怎么样，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发表看法。是的，那我认为啊，首先。把一些孩子。把他们放在一个屋子里头，然后就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看这个互联网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他们也不可能提出什么这个建议。所以呢，主持人他们会说，在这个大厅里头有一些孩子，他们年纪还小，然后呢，主持人呢可以试着做一些鬼脸呢，搞得这个搞笑一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做法，它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甚至成年人对互联网治理这个概念都很难理解。所以今天当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们所做的研究中，应该呢要把儿童的心声包括进去。我没有参加过的论坛，只有一届。就是在雅典的第一届，而所有其他的这个论坛呢，我都参加了。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样能够对论坛呢做出重大的改进？因为论坛一开始呢是从2006年开始的，而我们今天呢有那么多的网络企业，Google、Microsoft、Facebook 等等。而很多的企业呢都发生了变化，
而且也是随着互联网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但是呢，我没有看到这个在互联网上，在互联网的治理中，儿童到底他的占的比重所受的重视有什么变化，我没有看到。当然我们现在是在组织一次会议，这个论坛呢举办的非常好，但是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它是很好的。不过呢，我们不能够做决定。我认为企业也应该要说一下他们是怎么在治理互联网方面做出贡献的，尤其是怎么在互联网的领域中关注儿童的利益。比如说在欧盟，欧洲范围内，在欧盟范围内，在我们看到的那些批评的意见中，至少有一点是很准确的，就是那些有关的企业，他们应该对他们提供的服务的危险性做出评估。这里包括所有的使用者，当然也包括儿童或者是未成年人。他们必须要对他们提供的服务在未成年人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和后果做出评估。如果您是一个网络的企业，那你就应该知道你的用户是谁，而你的服务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当然我是以一种非常外交的这种词汇啊在这儿表达，但是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谢谢，非常感谢。下面请另一个发言人发言。谢谢。我在我坐的位置上发言，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是代表促进残疾人上网的这个动力联盟来发言的。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一下残疾人的问题。我本人呢是就是视力不好的，我们知道两天以前呢，我们在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而正是呢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我们成立了这个联合国。一开始呢，它的总部是在日内瓦，而且呢，联合国成立以后，第一个重要的宣言就是《人权普遍宣言》。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残疾人的看法呢，是不一样的，他们把我们视为病人，应该得到的治疗。而国际社会对于残疾人的看法呢，是一种出于医学治疗这种理念出发的。后来呢，在保护残疾人权利方面有一些运动，进行了一些斗争，所以我们成功的就改变了人们通常认为残疾人只不过需要治疗这样的传统看法。因为残疾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权利，有他们自己的需求。而我在2006年所做的维护残疾人权利的一个宣言，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在考虑残疾人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残疾人生病了，而是我们整个的环境生病了。所以我们建议的有关残疾人的这个权维权的解决办法，就是呢，残疾人实际上是有双重的残疾。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
残疾人呢没有办法为社会、为互联网做出贡献，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他们完全可以这个进入互联网。此外呢，进入网络，这个残疾人不能进入网络，如果进入网络的话，必须要有一个正常人在旁边才可以。而即使是一些最新的技术，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对残疾人啊进行有效的培训，所以通常呢，残疾人是被排斥在为所有人提供的解决问题办法之外的。而人权普遍宣言实际上是包括所有人，也包括残疾人，所以这里头涉及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而是让所有现存的体系要适应所有人的需求。今天随着我们这个大会呢，还有11个其他的这个分会长在开会，如果你们可以看一下那11个分会长开会的报告，我们当然呢没有研究在这届论坛之前的其他各界论坛他们的报告是什么，里头到底有多少涉及到残疾人权利的这个看法。确实这里我们呢现在就来谈，请一个这个网络上的一个，通过网络呢请一个发言人来发言，他是葡萄牙人，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我们，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能够遵守啊，有关这个隐私保护条例的话，那么这对于这个保护隐私是否就有好处了呢？这是不是是最好的好处？有没有人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卡塔琳娜，如果你愿意回答的话，或者是沙乌利。我也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个人发表了一段看法，我给你们念一下，可以吗？好。这是肯尼亚，来自肯尼亚的一个问题，是给所有人提的。你们认为应该做什么样的努力帮助老年人上网，进入互联网，他们是否呢也能够享受他们的权利，比如说获取信息的权利。好，是否能够简单的回答一下刚才这个问题？可以说呢，不同这个代的人呢，都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互联网，比如说90岁的人，他也是可以上网获取信息的。当然，90岁的人在这个孩子看来呢，是觉得他很老，但是这里边应该要有不同的这个解决办法来针对他们的需求。所以啊，不同年龄层的人，他们都应该有上网的这个权利，而且可以相互交流。比如说过去这个电话就是这么一个手段嘛。谢谢，我用西班牙语发言，我来自危地马拉。通常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都是爱讲故事，我就给你们讲个故事，是涉及到在我们中美地区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这就是一种合作社的这种做法，是在科斯达黎加多年以前呢倡导的这么一个做法。
通过这个做法呢，很好的培养了少女和妇女，向他们传授 IT 技术和上网的一些培训。此外呢，我们也和中美地区的很多的组织，他们呢是在保护言论自由啊、保护青年权利啊等等领域的一些组织，我们和他们进行合作，以便呢能够搞出了一个年轻的妇女和年轻人这个新生的这么一个活动。此外呢，我们在中美地区，在危地马拉还有很多的土著族，他们的权利应该保护。我在这里呢同意大家刚才说的，不过我认为呢，我们是搞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主要是针对少女的、年轻妇女的。这里边呢使用了新的技术，为此这个活动以后呢，有危地马拉近百名的来自土著族的年轻少女参与了这一个项目。同时呢，他们也参与了这个教科文组织在洪都拉斯和这个萨尔瓦多举办的一个有关土著族培训的活动。这个活动同时呢也宣传反对暴力、反对歧视，以及呢反对这个种族歧视。在其他的中美地区呢也有类似的项目，也取得了成功。所以今天我们是看到这些年轻的少女，她们已经结束了学业，她们将回到她们各自的这个农村的土著族的地方，她们可能继续要负责做饭或者是在田间劳作。但是我们有一种希望，我们希望在未来这些来自本地区各国的少女可以参与这些计划。所以啊，我本人对这个IGF 在美洲中美地区的各个国家开展的活动是持乐观态度的。谢谢。谢谢您的发言，非常有意思。请另一个发言人发言。我只想做一点补充。这是涉及到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也就是老年、年轻人、未成年人和妇女怎么样在互联网的领域中他们的权利得到保证。当我们谈于互联网的普遍性的时候，这里边呢有一个友好的这个善意的这个概念，如果你提供某一种服务是出于友好、出于善意的话，那么它就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从中受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些孩子以及呢不同群体的这个孩子，因为呢这个残疾人他们呢并不属于一个单一的群体，儿童也是一样，他们可以属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土著族呢，他们可以是男人、女人或者是年轻人、儿童。因此呢，我们看到互联网上这个互动呢可以对促进社会的这个发展有利。因此啊，其实有好多层面呢还没有被大家所这个关注到，是一些这个看不到的一些层面。因此呢可以从这些层面的这个把它纳入进去啊，也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还谈到性别平等的问题，那既然谈到性别平等，就应该考虑到性别平等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还有一些是变性人，还有其他的情况。所以呢互联网的治理啊对这些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类人呢有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
人们呢不了解他们，应该让他们也能够和外界进行交流。我们应该回到过去的一个口号，这就是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当我们想到我们所做的是传播知识，那么不管我们传播的是什么样的知识，都要想到把所有的人包括进来。谢谢。我是在这个会场的主持人之一，你们看到我在会场里，但是你们不用啊害羞，你们完全可以走上这个讲台，所有的在会场中的人都可以走上讲台。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是这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个动力联网的一个代表，还有其他一些人呢也是登记了要参加这段讨论，你们也可以上台来。好，我是来自一个发展中小岛屿国家，我们理解关于啊这个隔离，其实呢是不同层面的隔离，有性别的隔离，年轻人的排斥在外，残疾人还有老人被排斥在外，当然还有一些地区本身就没有上网的，可能没有网，所以呢这些不同的问题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这么一个论坛中让所有这些人的声音都能够被大家听到，能够提高他们的这个对他们的注意度。所以呢我们谈及性别平等，谈及这个年轻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人口中还有其他的不同的人群。 Okay, any comment? 谢谢。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发言？我想说到刚才那个问题，当我在想到青年人参与和性别包容性的时候，我想起一个项目，它帮助女性能够就业或者保障他们的权益。在青年方面有一个项目是在去年做的，我们是提供了许多包容性的培训，让青年和儿童能够参与到互联网治理的问题当中来。我们有一个包容性的生态系统，有一些项目比如说 BPF Gender， 是我刚刚想到的一些项目。现在在发言名单里面还是有 Katarina。 或者 Valentina 她也要发言。谢谢。我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我看到这上面的颜色都是绿色、蓝色。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议题很难谈，一般我们都是谈到一些老生常谈，但是我们很难，很基本上没有说到在互联网上发现自己，但其实青年他们就是在探索自己，
那么我们现在是想要邀请谁呢？大家都在说南方社会的南方国家的青年和女性，我们其实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我们要记住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大家都寻找乐趣的空间。如果我们来谈人权的话，确实人权非常的关键。我们在谈到青年的时候，是各个种族的青年，不是赋权，而是要让他们能够有发言权，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在这里说话就是一种权利，而这呢需要有规则和谢谢。我们现在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再听最后一位发言。先请台上的嘉宾再做一次发言，然后让台下的来宾发言。我叫 Nicole Peter Pattison， 我来自拉加地区，我所在的项目叫 She Leads It。 我想说我在这里听到了很多的关于性别的一些倡议，非常的高兴，好像有一位危地马拉的女性，她们介绍了在中美洲的一个项目，正是我们想要去的方向。我们在中美洲针对女性做了一个黑客马拉松，我们希望能够推广最佳的实践。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如果通过 IGF， 通过我们的会议，能够有一个互动性的平台，让我们分享最实际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彼此联络起来，能够真正的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五。一个行动的呼吁，谢谢你。Sebastian， 能不能够为我们最后做总结？我叫 Sebastian Bachelet， 我是一个多样性的活动者，我并没有准备发言，但是呢听到大家的发言之后，我想要谈几点。今天我们的会议它不是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目标所设计的，不是为了青年，不是为了妇女，不是为了那些我们想要帮助的群体。所以如果我们要思考一下怎么样能够改善互联网治理论坛的话，那就不要再去这样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只是让我们仍然是在一种陈旧的空间当中。我们都可以梦想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到同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进行讨论，而这个工具呢其实就是互联网。如果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上互联网，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参与思考的话，那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们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到现在这个会议室当中来，所以说呢我们也许要跳出陈旧的思维。儿童很重要，青年很重要，老年人也很重要，我也算是老年人了。所以不要让我们再去把不同的群体对立起来，我们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有的地方我们不能上网，我在勃艮第的乡村上网很难，有些人
要开上几个公里的，开车开几个公里才能够打上电话，所以不光是在发展中国家有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其实也是，我们要共同的找到解决的方案。但是呢，不要以为大家都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就能够解决问题。感谢所有的参与方，谢谢，也是呼吁我们行动起来。我们本来有一名远程的参与者，但是他连线出现了问题。还有一位发言人要发言，谢谢。我是一个人权律师。我的关切是，谈青年参与很容易。在和平的时候谈青年参与很容易，但是有一些青年人、妇女和儿童，他们陷入了战争，比如说在也门、在索马里、在刚果。那么，IGF 对于这些人有什么办法？我们也要谈这个问题。确保互联网的资源不要被用于战争，不要去助长对于妇女和儿童的虐待。现在仍然有许多对网络的限制，这也影响到了青年人，而且。也影响到了妇女，我们需要有一些建议与政府进行对话，对于互联网的税收都是不利于网上自由言论的。我想，这是我希望 IGF 能够讨论的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互联网限制和关闭方面呢，我们在 IGF 确实谈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交流过经验。您说到第一个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谢谢您的参与。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现在请在台上的嘉宾做最终的结语。感谢你们的耐心参与，Madeline，我想感谢所有的发言人，不管你是在会议室里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记下了很多，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也是说到了一些细节，在我们主流的言论当中往往是缺失的。比如说，有一个同事说到，我们在说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时候，不要把他们当成是不成熟的人、心智不全的人。所以说呢，感谢大家说得非常细，有很多的问题都不是二元化的，而是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我们在谈到受教育权的时候。其实正是受教育权能够让青年人进入到数字时代，所以说呢，说得非常好，让我们真正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这样，我想强调一点，我一辈子都没有投票赞成过保守党。但是呢，我们的保守党的首相，他发布了一个文件，说是儿童的商业化和性别化。如果你们有机会读一下这个报告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报告，它这个报告是受到了公众的肯定啊。它是说，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的内容是让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有一些成见，认为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影响到了她们的自信心。我们需要想一想应该怎样应对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报告当中提到，在英国对于色情内容的限制要严格限制在成年人的群体内，这些内容对儿童肯定是完全不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我提到它是因为如果你们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报告的话，你们也许可以去找来看一看。谢谢你提到这个文件。谈两点，有6500万人因为气候变化流离失所，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还能使用的就是他们的手机。但是呢，这些人在达到某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往往手机就被拿走了。第二，我们在说到多元化的时候，我们在说人口的多元化，但是呢，其实也要说平台技术的多元化。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应用能够让人们进行互动。因为现在市场准入的一些条件现在并没有让互联网成为原本应该成为的一个开放空间。Minda，谢谢。最后呢，我想说，在我们的联盟当中，我们认为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会继续努力确保人权框架能够应用在新的技术当中。我想这能够让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对话，包括性别、青年，不被区别对待的权利，互联网治理，也能够让每一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Lilian，我刚才也说到我的问题其实比我的答案更多，我听到大家的发言。有一点我觉得没有提到，就是在线的责任。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女性上网，我们让青年人更多的使用这个工具，但是呢，还有一个互联网使用的责任。我在开会之前呢，教科文组织也组织了一些其他的会议，防止青年在网上被极端化。我们怎样才能够确保青年和妇女，他们是在线一些宣传的目标？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从互联网中获益，而不是在网上被极端化？
所以说呢，确实也有网络安全的问题，有信息获取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应该强调就是使用的责任。互联网是一个双刃剑，所以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记住的。谢谢 Lilian。Vivian，谢谢。我也跟我的同事有同样的关切，因为我们知道互联网对于青年和妇女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我也认为我们要融入，但是更多的是要教导，要保护青年和妇女。保护残疾人，想要感谢所有的组织和倡议。我想说，感谢你们，是你们让互联网更加的有包容性，更加的多元化。谢谢大家。今天讨论非常的丰富，我想要继续刚才一位同事所说的，现在仍然有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妇女的欺凌和骚扰，我们在线下和线上也许可以结合起来。还有一点呢，就是更积极的一点，对于许多人来说，对于青年女性和残疾人，其实互联网一直是一个自由和多元化的空间，能够放大大家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体验。对于许多人来说，互联网是一个有利的环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拥有一个包容性的框架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如果一个有利的工具变成了一个障碍，各种各样的障碍，或者是不能够获取等等，感觉世界在前进，你却在倒退，所以包容一定是规则，而且必须要有将它成为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原则。谢谢。我最后做一下补充。我们各自关注的不一样，我们都希望带来改变、包容，更好的，就是各集体在互联网上都受到更好的对待。我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自由来说是一个好的工具。我想说，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有想法的话，请从宣言到行动，在10年前，来自拉丁美洲，我们还很少去想，就是学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把这个，现在我们已经这个书都已经做出来了，所以，请从宣言到行动。如果你们想到一个想法的话，就做一点具体的事情。感谢台上的发言人。我知道还有人想发言，因为我们越讨论，大家越有兴趣，就越想发言。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大家积极参与。最后我想说，请大家都上台。如果大家想和我们的发言人一起合影的话，这就是 IGF，一定是参与性的。你们是舞台上的一员，你们是议程的一部分。如果大家希望的话，请大家都上台来。
我们照一张集体照，也还要感谢我们远程的发言人 Meg 的组织方，谢谢。那些没有机会发言的人，很抱歉，但是还是可以上台留个影，记录下这个美好的时刻。那些坐在后面的人也请你们上台。So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大家做的精彩的发言，请大家上台和我们的台上的嘉宾站在一起。感谢我们的远程主持人。请大家都上台，谢谢你们。别忘了，你们是 IGF 议程的制定者。请大家还要在我们的总结会上多参与、多讨论。请大家都上台。再等几秒钟的时间，大家都上来，然后就可以拍照了。Hey everyone, this is it. 好了，哦，一二三。IGF，谢谢你们，谢谢你们。